谢谢黄露华，怎么很棒哎、欸，超顺畅那种。他等下开始讲谁很烂，不可以。这样以后就可以说十八度 C。现在就可以了。现在就可以了。大家晚安。大家晚安，陶冷哥晚安，小易晚安，比赛结束了耶！麻烦你了，这样怎么上怎么播？你就把电脑这样子吧，这样不会拍到镜子。今天先电脑拿走。还有一把，新的哦，对，好可以。Hello， 有嘻嘻喽。哎，我们要。准备吃晚餐，晚餐刚到，热腾腾的意大利面、啊，香啊！然后再玩 Switch， 好好玩。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夜配 Switch？ 他真的部分，我真的是会玩爆哦！好想夜配。Hello 勇哥，大家觉得这次 Reset 公演怎么样？你们应该都有看吧 ？Bell Flower 场的。Hello EMJ， 晚安。三场都看了，所以哦，这是什么？啊？啊？哦哦哦哦，就这样呗。好，分开的。今天 EMJ 送个 Pop Cat， 觉得如何？嗯，有没有觉得这次声音、人声都很大，很那个？很逼，很逼真，很。很真的在唱歌，真的，因为我们真的在唱歌，就是一直都有唱，只是开的大声小声，我们练习都会唱，好自己在那边讲，真的啦，我们总彩跳，我们在彩排的时候都全冲唱出来，大声到我们都吓到了那种，一次刚觉得当代役你很 happy， 我也很开心，刚刚觉得喜欢当代役，对。会不会有一就是有一组专门在待役的人呢、啊？找我，找我，都拒绝。OK 吧。那慢慢掉。不会，不会吧？它不是甜的，你看一口。还有薄荷吗？下面玩玩。好酷、哦！要吗？你先去喝。高恩觉得当代役很开心，是因为不需要当星星吧？没有，都开心。你真的不喜欢当星星吗？没有不喜欢，但是我是第一次不是星星。就是我笑唱，我连笑唱也是星星，我没有跳过不是星星。笑唱是我 reset 不是，我无口跳最开心的一次，我是星星。你不想当让我当吧？这不我能决定的。可是我很想让看嗡嗡跳。星星，我也很想跳星星，是同时想要的。我真的 reset， 好希望我声音再被放大一点啊！我声音我听不到我的声音。我真的觉得要贴着麦克风唱，可是然后你就会超大声，跟琪琪一样大声。比如说 solo part 的时候，我就是平常这样子唱，可是我的。就大概只有一个这样的距离，可是就现场我可以听到我的麦克风传出来的声音。我听不到我。我可以。因为只有两个人，我啊就是刚好音乐背景音乐很小声的时候，就是周围瞬间沉默几秒钟。我只有曙光爱情的那个副歌，嗯，的那句英文。对对对，我只有那个听得到我，因为其他我都听不到。我听不到我。因为我那句超大声，我知道，因为每次都唱那句，连练习的时候那句都最大声。因为没有人唱啊。马甲，我是那怕的呢。就，对啊。对。我多么的希望意大利音乐的瞎子就是音不好的。对，我是吃饭。绿绿的饭。第二重点是你很什么东西？
适合穿蓝色独自住的衣服哎、欸。啊，妮妮，那谁妮妮？你有穿独自住吗？妮妮不是黄色吗？哦，哦，我以为他是戴后面的裙子。Hello， 晚安 ，Green Eyes 晚安。戴后面的瓜。大家都活动。Hello， 欢迎正式谢送了枫叶。我希望以后每次声音都可以开这么大声，我以为我们会很恐怖，就是车祸之类的。我也以为。对，就是 reset 前四首是非常累的歌，然后平常在唱，要么就是你家里的声音超大声，要么就是会一大一整段都没有人唱的声音，然后大家都在喘气那种感觉。而且那麦克风收音，听说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听说那个连喘气声都收得很进去，然后听起来就很恐怖，很车祸这样子。可是我听这样子还好啊，很棒啊！正式的时候，没有什么那种很累的声音。我看见了，幻影，我看见了。没事的。什么蒜头吗？知道啊。我要叫雪看勇哥风哦，他看到了。可是你们比较，可是你们是比较大的那群吗？哈？什么意思？你说唱歌哪？比较大的那群是什么意思？哪什么比较大？什么部分？中音吗？我在看我自己小小声。那一开比较大的那一群。我不知道哎，我们这是应该整体很口水，这是应该是整体声音都变大了。因为平常我是完全听不到我的声音的。Love me。然后。这次是有时候听到，但奇迹我几乎全唱，我很伤心，我没有听到我声音。彩排的时候我也是啦，就是哦，我这次前四首歌最累，前四首歌我有两首没有唱，没有跳，就是没有唱，也是同意思一样意思，就是前面两首是嗡嗡，然后后面两首是我，然后我就有比较比其他成员。多更多的新鲜空气。嗯，够好玩。哦，好，你很棒啊。然后，我真的很伤心，我奇迹没有声音，我唱得很好、哦。奇迹是不知道什么，因为没有很那个咚咚咚咚咚的感觉，所以我听得到我的声音。像很多时候我都听不到我自己唱什么东西，反正我有唱啊，也没有听到里面有什么很奇怪超级走音的声音，那就 OK。不过我是不是我要想说是不是我唱的很准，所以就跟那个音档融在一起。我都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人想要听神唱的话，可以去听我们在前面的那一段。对，你们要听声唱就去唱哦。要听声唱就去看我们签名的段，我都听到我声音的，因为我声音很小声。我那时候几乎都是用吼的，可是在那个影片里面的那个声音就是气死了，就是一个小小的声音飘过去的那种感觉。好吃哦，新酱，我们一直都有开啊。只是没有那么大声而已，或者是我们靠的不够近，离麦克风，好伤心哦！是我的声音比较不容易被麦克风听到吗？有可能是太远了，有可能跟那个，我会一直飞来飞去。有多远？那前面那段好棒啊！好喜欢哦，可是有点太长了。那时候我当下的心情就是我好想去 KTV 哦。那段是整场 reset 起来最快乐的地方。对，没有啦。好。忘记我当时哪一段发生什么事情。好累。奇迹虽然看起来没有很累，还有喷喷气风量，今天。好
我要讲，我刚刚讲什么去了？奇迹看起来没有很累，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而已，然后噔噔噔这样子，就这样而已。可是奇迹他唱起来超恐怖累的，他唱起来就是，天哪，为什么这首歌可以这么准？就这样哼下去都一样累的，那个他已经拖不长了。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他明明就不难，对啊，合在一起就难了。我觉得看跳唱起来最累的应该是那个吧，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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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直要一直跳跳跳，那个也是跳就很累了。跳了两首最难的，那个倒还好，那边倒还好，那只是有点高了。没有啊，罗瑞婷的 part 很长。嗯。的前面最可怕了，挺喊的，很可爱。对，反正你们要不要现在唱奇迹？反正没有跳过，为什么啦？同一个站位啊，我跟他同站位，我跟他同样站位啊，我们都是三。这首歌我们应该整首都会唱。三号，我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决赛的时候，那明明就不是我们的歌，然后我们就唱。对，我们都会在就是别人在练习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加入什么五人、六人、七人 uni， 哎、欸，超可爱，是不是？然后你们就会看到新端就是站一整排的人在跳，现在就有七个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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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超可爱的，因为还就是排得很刚好，对，这个倒 V 字形这样子，然后，哎、欸，亲吻亲吻那什么，为了明天的接吻，嗯。不是一段是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一直一个四个，然后都一起这样子，然后这样一个一个一个这样排，你们有印象的话，然后我们有一次练习的时候，就大家不知道是太开心还是怎样，就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排八个人，他是一拍一个人在动，然后我们直接跳了大概有四五吧，大概有八拍，本来四拍，大概跳了八拍，对。噔噔噔噔噔噔，超多！可恶，没有录到。我要给大家看起来太可爱了。哎，我应该要睡觉吗？刚不是要睡觉吗？那他累啊，不然他晚上就是换他嗨了。可恶！让我找找。沙发台就变这么多人哦，可以。你要跳副歌啦？副歌我没有。没有吗？嗯、不是有一整排的吗？我删掉了。哦，为什么？不录太长，一分钟。大概就是这么多人哈、哦。超多人。那超吵的。然后大家一起走过去的。群魔乱舞，还是在这里。上课吧，感觉会有人杀你，但不管、啊，三组的新乱沙发还是云杰最好看。这怎么会被杀呢？这怎么？是这是当然的、啊，哎、欸、嘿、欸，不是这样子吧？不是。我再看不到。晚安。好好吃啊！这个睡着饭好好吃哦。你有那你们这样子看起来，看我们公演的话，我们组的公演的话，不是大意哦。你们最喜欢哪一首歌？跳新段还有其他八位成员的粉丝，没关系，这也是我的台。
心哦？有，好可爱。噔噔噔噔，给各位看。噔噔噔噔噔噔，大概有这么多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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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有想到这件事，就是那个麦克风变大声这件事情有效果，大加成的那种。对，超级对，这场 ，Only 9月4号。好喜欢白色情人节。对，我好喜欢白色情人节。一家在干嘛？一家到底是在做什么？在捣年糕吧。好喜欢一家白色情人节年糕。好好笑，我觉得饭已经是不够。不管他开心吗？嗯，要不要开心？原本这周非常恐怖，因为歌词超级复杂。对，表演者的感觉，歌词非常复杂。他说这场喜欢拼图哎，嗯，拼图我好害怕哦，我们都好害怕，因为那首歌很难唱。听着这首你喜欢成镜头都很长哎，我镜头很长，好开心啊！不过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我眼睛一直乱飘，我觉得我会被骂死。彩排的时候，老师才说镜头眼睛不要乱飘，就看一个地方。你就算不看镜头，你就看一个地方就好。就眼睛飘跟什么一样，就是这样，一直这样子，然后又没有神，我真的非常的害怕。这首哪里？新端搬家了，白色情人节可以做你的女友吗？嗯，都是可可爱爱的。白色情人节基本上跟女友是差不多类型的。等一下，那是什么？他在跟我开玩笑。对，他跟你开玩笑。这是什么？哈 ？Go。哈 ？Hello， 田中豆粒王。不过觉得你在拼图的时候可以不用一直笑。我们没有刻意要一直笑。应该说这首歌，如果是我觉得的话会是。微笑，就是这种感觉。我眼睛怎么会这么想往下，眼角往下，然后或是拼图的意境是除了笑还能怎样啊？小忧伤是吗？有点吧。吧？啊？喂？老师今天有讲过啊，你的表情不是怎样就是怎样，那个怎样就是怎样怎样。那是什么？蘑菇，那是队长。啊，陈思远，等一下。他都这么有钱嘿、欸，还很多嘿、欸。对，难听。再先忧伤，再微笑。哦，懂意思。最后一个，那个终于找到拼图，那个一定是要微笑的。哦，到位。等一下，我这一台机车，我觉得不妙。这里应该有点什么吧？你去按那个 P 呀、啊。上面可以上去。还有、哦。你去找那个咯噔咯噔咯噔的那个，咯噔咯噔咯噔。佳丽在就是第二段主歌的地方会有一。段我们要去，我们最后一排人背对，然后会教我们跳一段舞，然后我们就会每次在想说，这次要学什么舞，这样子。然后这次教的是逆转的王子殿下，是啊，对。然后你确定？对啊，不是啊，我说的确。然后我知道了。然后呢？
确定吧？你确定？确定。怎么上去？左右跳。我、不用哎、B， 你可以顺便去你要去的地方。好漂亮啊！那个摩托车是要干嘛？它不是有蓝色的 P 是那个吗？对。Hello， 人品君。而且、跟大家跟你们说 ，MC 我原本要讲的。哦，等一下。任务失败。对。MC 我原本要讲的是歌词，第 MC 三我们要讲。最喜欢 TP 的哪首歌词？我原本要讲的是，我们要讲的是，那首歌叫什么？女朋友。我知道，可以做你女友吗？的你女？你女友。跟，然后一家就会说，一家就会说太渣了吧，换一个啦。然后我就说那换成 Only Today 的，其实我不是不懂。你已经是他女朋友的，他女朋友，就是超难贯彻渣男形象，但是好像就是说不行哈，然后我就没有讲了，就只讲那个那叫什么，我讲什么樱花瓣的那个从脸颊慢，就那块节目单子，从脸颊缓缓飘落。祝福一般深刻的感动。欸，这段歌词超容易讲错，会容易讲反。欸，那里有一块一大坨紫色的金币。紫色的金币。先用相对微笑的感觉是怎样？可是我忧伤的表情，老师就说很那个啊，妆发颜色，你是有睡醒吗？他时间应该不够。太远了吧？可以做你男友吗？可以啊。等一下。男友多难，不缺。他可以去考驾照了。可是你的笔试过不了。啰嗦，闭嘴。又尴尬的是这边。好喜欢这种很渣的 MC 哦，感觉就很好吐槽。还好，如果我有渣到一点点，就是那个林杰的那个，他说你是因为阿飞上漂亮才怎样怎样的，然后我就说没有你漂亮这个。哦，这个这句话真的很难回答，我会很容易讲说不是没有这样子，不是因为阿飞唱很漂亮，然后他们就说哦，你是说阿飞唱不漂亮？哎，这真的是死亡题目，送命题。这种遇到这种问题要好好回答，要有一点，但是肉肉教我的，大渣渣跟小渣渣，人家想睡觉，你干嘛？他都要锯齿了，好可爱！你看他好惊恐。我看一下留言，等一下啊。哦，拼图我一直不怎么想忧伤的，就是因为我眼神很容易死掉，所以不想要忧伤，干脆就微笑还比较看起来不会那么死，对。不要玩表情诠释，我就没有什么表情嘛。谢谢小潘送幸运四叶草。白发，我要投诉高圆觉公演抢我时间。快点正式说，还要投诉高圆觉公演时间抢他的时间。啊，我这次还好吧？我觉得我这次很……这次他没有给游击大师鸡腿啊。对啊。我这次很……为什么游击大师跟游击大哥喜欢？游击大师。大师，我这次很困呢，看起来。
对啊，我们两个看起来都很困。哇，不行哎、欸。我有个点，就是那天是高一女帮我化妆，眼影不错，但是眼线她把我撸掉，然后我又没有补。我没有撸你，因为你这样子啊，你这样子，然后我这边眼线就不见了，然后眼线就消失了。明显呢没有，可是我化的时候就没有了。那去哪了？谁画了我的眼睛？大头哭。哎，没有啊。说到 MC， 你讲到宿舍主动去点就要搬家，不能讲后面的歌曲啊。所以你们没看，你们发现那个我们讲的都没有讲讲到后面的，像金曲奖那个什么 MC 三跟四都不会讲到，连拼图也不会讲到，不然拼图的歌词很多也很棒啊。谁不想讲？对，或是梦之中也很棒啊。好颓废哦。对，我们每次没有啊，不太一样。直播虽然讲过，但是，嗯哼，可以在，哎、欸，可是这 MC 永远不会讲 uncle 啊，因为 uncle 那个，嗯，对，我是基本上是不能讲到后面那个，不管是不是有那个，现在就是一个人在玩对。不管是不是，我要讲什么？这个 MC 题目跟歌词还是歌曲有没有关？就是没办法，不能提到后面的歌曲，不能给没有看过的观众爆雷。这个观看起来太难了吧？只是很冷而已啊。Master 游击 Master 烧腊店主厨，哎、欸，我们那天真的吃烧腊便当哎、欸。游击大哥有没有吃游击便当啊？真的同类相残哎！好好吃哦。MC 三的母女糖100分。MC 三 MC 二吧，妮妮跟那个谁七七是没 MC 三是我们嘞，对啊，莹姐一姐下去好可爱哦、喔、嗯，然后麻油肉肉我安安，对啊，有机吃有机实在很好吃哎、欸、奶奶很难哎、欸、我记得玩到生气，可是也是大师杯，不要拿去搬来。妈的！我喝到干杯了，好爽！等一下，什么？拼图四班的段，绝熊母女哦，有有这段有有，听说熊妹哭了，她那时候真的是哭着打 MC 耶，还打电话给我们，我以为她是很在意，因为那时候刚发表完那个什么年历的那个，她很在意，她很在意吗？她其实蛮在意的，对，她其实蛮在意的，就是她有想过，但是还是会在意。对，我们自己在下赌盘说，我跟熊妹应该垫底是没有错，但是实际上第一个就是降低撕开剩余位，这样子真的是很伤人。因为我还是第二个 space 开，虽然不同名，但是这个第一个最底下榜上最底的那个真的是很伤。你这游戏是非常需要立体感哎、欸。对，傻熊在哭晕厥抱抱他的短套，肥厚的高音爵双下巴，没有礼貌就闭嘴。我们昨天看我们自己的公演，然后就看到哇，高音爵双下巴，直接抢走熊妹在哭的那个镜头，这样子。
头发齐齐好帅，但是在齐齐马旁边动作才是没什么力，这我现在是无能为力，太有力了。我已经在用力了，真的相信我，我真的没有一场工人在划水。对啊，就右边。但是我就是还是、差不多，练习的时候也是，我没有划水的余力，你知道吗？然后结果摔碎会被骂，会就是练不好。我真的好喜欢琪琪那套衣服，那时候真的是，这是我的衣服，好喜欢的，好不想换，好不想换 Uni 哦。我也很喜欢。我好想跟刚刚就跟洛洛一起跳又跳奇迹，可是我们都跳过了。对，所以我也跳过了，不可能的。然后我也想要跟一家跟刚刚觉一起跳沙发，可是我也跳过。还有说熊妹，然后你去 Center。真的要唱好大一段歌哦，真的好累哦。我忘记我要讲什么。应该去海之国，看白色太难了。可以待在它上面啊，跳一下就好。是吗？还是我们应该去海之国？海之国会不会简单吗？不会。好哎、欸，跳了一个，太早跳，不行的。不能待着了，待着就好了。对，我方法身体中间不太会动，我只有就是这样，还有脚会动这样子。然后 free 的时候，我其实仔细想想，他们 free 就是在前面唱歌，然后手动这样子，那些的他们都会，他们脚都会这样踏一下两下，我真的是实在是不会踏，那我就两只脚只站在原地，然后动作就变得很少。但是我真的是会动不起来，每一个那个就是，这只是单纯唱歌，然后加一点动作那种地方，我都要想很久。我要先想过那个动作，然后练习过，然后觉得 OK 再用。我没有办法现场 free， 对，收放区感有问题。看他的后片照，那今天要喝珍珠丹吗？我们可以紫金来后片炒耶。那我们要吃，你要看他有没有开心。对，我腰很钝，好吧。因为我腰屁股上面有一段腰是不会动的，动不了，卡住。开个。耶，这次的奇迹你们应该是有看到，但是就很可惜，我最后掉帽子了啊！你们要清干净一点。搞不好有星星或月亮啊！清干净了，收拾。对。我们中可以发现这首应该是练最久的，其他首纯度差很多，有吗？我觉得放之中我那个用力的那个点位是抓不到。其实还有马友教过我好几次挥拳要怎么挥，挥是挥不出来。我可以打人打得很用力，但是我挥不好看。没事啦，等一下，干嘛？我之前也挥的不好看。你没有，你很好看啊。之前就是我的动作都很小的人。没有啊，我就
动的。你很大力，你在我前面的，我就是每次会看你。之前，看你跳错，看你转错，没有转圈，还是偷偷转圈。对，我很容易。林杰是不是容易第一次字都会错？可是他超傻的，完全没有问，没有完全没有问题。在干嘛？对，旁边在马里奥。对，看起来有在奥德赛。我有开路。他们是我好想要挥拳像马里奥那样子，或者奇，或者是变一个会挥拳的人。我，对。我挥不大力，我很用力，但就是不会那个，不会正确的用力。你要不要帮我播一下？我在直播完才可以迟到。我打 boss。哦，还有这群人都忘记了。好想吃哦。是不是应该要？我练习的时候觉得自己跳的最好是女朋友，她白色情人节。我也觉得我女朋友跳的很好。你跳舞很简单，哈哈。好哦。女朋友跟那个我没有办法边讲话边录，是什么弄？打他去跳他头。女朋友白色情人节，我很喜欢白色情人节。白色情人节是个纯粹开心的歌。这种纯粹开心的歌我就会跳了，所以只要笑就好了。对，舞好，可是舞好好累，舞好就大家去组练的时候最不想跳的歌。对，哎呦，我真的好喜欢舞好。衣服呢？衣服这身奇迹啊，当然奇迹啊，奇迹啊，奇迹的是。奇迹我真的超喜欢，但是我人生中最喜欢的衣服了吧？奇迹是我，我去拿月亮啊！等一下，奇迹真的是我这辈子就是从这十九年来穿最好看的衣服，这辈子吗？对。哦，衣服，被洗的衣服，被洗的衣服是怎样？所以这首歌你们剪成衣服了是？还好，他如果单穿的话可能会蛮好看的，但是因为我们里面还要再多一件衣服，看起来够壮的。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金刚芭比。耀雪也是吃那个啊，那个啊，那个最后那三首啊 ，Uncle 裙子那么漂亮，鸽子裙呢、欸？ Uncle 哦，也是啊，我自己喜欢啊，学员风的那种。我也喜欢，但也是。也是喜欢那个啥，里面那一套，因为外面其实外面也很好看，对，但是外面太厚了。我喜欢里面那件裙子，我只有觉得，哎，安妮，我只有觉得那个。他的外套是 OK 的，那是谁什么外套？最后那三所的那个外套是很棒的，但是他的裙子太厚，裙子两层真的太厚。你说跳起来很爽的歌，奇迹啊！跳起来很爽的歌。梦之中，梦之中太累了，梦之中
太容易被骂了。啊？可是梦之中要心中有那个情绪是最是也是蛮好养成的，就是想一些很不爽的事情，然后就可以跳梦之中了。可是我前面都跳那么多开心的歌呢，又要突然梦之中的时候就有点困难。你要突然间很不爽，也是这也是一个学问。突然间很不爽，只有乐器，只有妈妈吧，只有妈妈会这样吧？什么意思？你说你妈妈？上一次的衣服呢？上一次的衣服们什么特别的吗？掉衣服的部分吗？哎、欸，这次没有掉衣服、欸，很棒，各位。有啊，有没？可是被捡走了、啊。对，马上就捡走不。不会到那个，不会到出来才捡。对对对对对。因为前四首我很喜欢女朋友跟乌猴，然后刚好又不会这么累。这个我觉得现在的组合真的是那天作之合，你知道吗？上一次唱《焕然一新》真的很好看，清新的感觉。说，哎、欸，这句其实很难唱，问你。已经自己不是很用力这样子。哇哦！这关在玩什么？还没有跟到哎、欸！突然间就拿着摇杆。哇！你要不要 IG 粉丝用一万的时候来素颜直播？不可能吧，直接掉粉，在跟我开玩笑。如果是从一万掉回去，这样还可以激发我。我现在就没有这么飞机。我真的在提问这个问题。应该可以。你说一万到999，一万999，一万999，很常会这样呢。应该可以吧。那 OK 啦。OK 吗？素颜直播好提议，很想看呢、欸。我这样其实觉得我们两个这种五官比较偏深邃的这种太多了人，其实只要画口红就差不多像化妆了啊。好奶的味道，好好吃，好吃哎、欸！你在干嘛？你又在干嘛？那边看起来已经习惯了。哈哈哈哈我想说，就是那个，我们最后不是很嗨的一直唱歌吗？就是满足了想要听我们听我们声唱的，但直播又不太唱歌的人，你们的小愿望呢？可以打他吗？我们可以变成他吗？好丑、欸，他是鱼、欸，他是我看过最丑的鱼。现在回想，难怪小蔡美玲说我去看英主公演，你会很开心。为什么？你说？唱歌吗？他平常不唱歌的人，因为我在啊，唱歌小美聊天，还是个有趣的人。可以啊，
等一下，你是雷包队友？对。好不想开学哦，看那些高中生已经在上课，还有多早起的？你不糟了。是这辈子不会醒吗？你不用。对，都不唱。我要心情要开到一个程度才会想唱歌。比较我不知道为什么、欸。是。直播的时候太冷静。对了，一波人。啊！他刚刚骂。大家有听到吗？他刚刚。你最喜欢的绿色，你都不喜欢吃。我不喜欢绿色的食物，我喜欢绿色的东西。那也是东西啊。我会开心吗？我喜欢绿色的琪琪。来。哎，你有发现？大家，你们有发现搬家了的时候，一开始不是琪琪 solo 吗？灯光师帮他打绿色的灯哦。对。你想吃吗？我们三黑主人在一起看我们的回顾，然后全部录影那段钱，然后给发给七七，绿光照顶，绿光普照，对方是很懂哦。你是替小孩，要穿的卡米娜里诺 Coqu 的 T 恤。对，他是这样唰打下来的，就是满头绿耶。其实蛮漂亮的，但是就很好笑。跟大家说，明天要吃羊肉炉，超突然。对，宿舍组约好了一起吃羊肉炉。对，那猫咪是不是要一起吃啊？我不能，不是为了要帮我弄它。啊。对，我听到了。他说我们也可以一起吃吗 ？OK 吧。OK 吧。都免费的，我们是免费的，没有免费的，付钱的。那次音控才厉害，在对的时候还会夹一口。哦。嗡嗡唱歌真的是美到我们在后台都哦。我们在后台就是他一唱完那个樱花瓣，然后就那个钟还在那个回荡在空中，那个钟还在回音的时候，我们每个都是好好好听，我后台全部融化，融成一片。变成他，好臭哦。好可爱哦，下去 ，Pikmin， 好 Pikmin 吧，算了吧，一颗就一颗嘛。好，他可以去拿住中间的钱。一颗就一颗嘛，对，我刚刚也想到。后台没回应，你们那一切来得太突然，有些东西我们是不会知道现场发生什么事情。好多钱，录像的那個。我现在是不能飞走。还是我可以飞走。没有玩具。哇，可以啦。在哪里呀？啊！好。上课，七姐送了枫叶。
可以把他们吹走吗？这怎么知道？杨乐如，你也要建任意门？你什么时候会有任意门呢？啊？你什么时候会有任意门？我什么时候有任意门？他们说的。我有任意门哦。我不知道哎。好吃哦。超绿的哎。绿藤酱就是好吃啊，嗯，还有羊肉炉还要加什么菜啊？然后它只有两剩两两，高丽丽现在不是残疾。我感觉有一次在去我们去买菜的路上，然后就踩这些，你有讲过？湿巴巴草皮，湿巴巴草，干巴巴加湿湿透透就变湿巴巴草皮，莫名其妙。这么少，再换一个角度。这么少，超绿！你们说七七的头顶，对，你要你要被打了，是你要被打，我们你被，他回你什么？他说死小孩。他回我，然后他传了一段影片给我，他就直接传检举，他检举我的影片。不要撞他！他很能 Q 也不多撞几下吗？不，好，好可爱哦。羊肉炉是出门吃还是自己煮？自己煮吧，我们冰箱内会有一盒羊肉炉。啊，哪里？哦。好好玩哦！Doing， 没了没了没了！你们往上看有没有东西？为什么用它？还有怎么用？哎，这是你们两个瑞婷的影片很傻眼。原本是他跟谁在背啊？他跟一家、啊，原本是高恩觉跟一家在扛瑞婷，是我是。说不对啊，一家不够高换我，我背这样子，超好玩的哦。对，最近说肩膀要裂开了，我说那不就还好没有熊妹背，熊妹在旁边，拍摄者是一家，原本想说要打拍摄者不救吗？不弄干净吗？不，为什么搞不好弄干净有东西？没有，都会保持这种。我们可能刚刚没有放那天下课路上没有安安，安安还没下课那时候，好好玩哦、喔欸！好像没有那么难了。我可以帽子打别人吗？不行的，屁啊！怎么可能？哦，啊啊！没了，刚举到没了。
可以。哎呦！哎呦！哎呦！啊！啊！哎呦！不行啊，这里是什么？哎呦！哎呦，第一名哎！哎，还没吗？好，要三圈过是不是？这里到底是什么？想怎样？想到你跑不动。有人回娘家的吗？没有，他们好像不知道这件事情。哈哈哈。不过好像会有其他成员来吃。太轻松了吧？轻轻松松，轻松松。就现在一直宿舍组，思雨会来吧？不知道。第二个，那么多，十个，哈？直接过关呢、欸？手术的部分，看起来应该有十个吧？小一数学的部分。幼稚园，大班数学部分。熊妹会是要叫熊妹吗？可以问问。哎呦，不用。你不要先问宿舍组。然后首先，我们羊肉有这么大份吗？对啊，应该有吧？我觉得有哎、欸。你觉得有？对。最后吃个人锅这样。不可以哦。你已经厌倦了，你就只需要上场就可以了。对，我知道，我有在考虑。叫熊妹买啊，下课吃面，顺路买回宿舍。是不是？这不是很有顺路吗？冲啊！啊！怎么还有？啊！后面一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好需要两个人哦。得到了，有点像羽毛了，对吧？不过他现在他就是在休息。那个铁杆尾端的那个队长也有。刚刚那个哎，那什么，下去。不需要，都是。还是我可以下去。可以下去。怎么下去？自己喽。自己的，然后下去嘞。浮起来了。我不能再过去了，是不是？还是你要去岸上？你要去远远那边？对。你可以让我变成鱼。哦。然后继续接。你请问你是在闹？鱼在哪？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了。请问你是在闹？快点，快点，要出事！耶、yeah. ！坐他那里。哦。等一下，继续撞那个。啊！在旁边，他在旁边。
紧张。啊，没有没有是吧？谢谢暗红送了好多红玫瑰。我见不到了。哎，你明天有直播？有啊。那你明天就可以直播很嗨声了。哎，等一下，上面有那个。阿鲁睡着。等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哎，到了，可以出发。我编的。你们除了吃饭以外，要不要准备娱乐节目、玩个游戏之类的？不要。听到了。哎、欸，是不是要刮掉了？是。强迫症。那就你可以动了。聊天吧，我们应该就会聊天，然后买一些什么饮料啊，然后就可能可以买个宵夜，然后一路就聊一两点这样子，然后就是逼死熊妹，真的高中生，熊妹就十点多才回家，然后就聊天这样，就很开心，然后就很想加入，但他不行，不然就是我一起叫熊妹子，这也是个方法。那羊肉卤原本是要跟思雨一起吃的。他有需要羊肉乳这件事情吗？我的手机嘞，之前他有送过我。我们要练练。应该没有撞到吧？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哎，怎么有这个？好可爱哦！放大。坐在我脸上哎、欸！等一下。放大。转过来，这是鸟。哦。嗯，看呢。你要记得改哦。嗯。哦，猫咪明天会不会回来？叮叮叮叮叮叮叮。不是。我的手机到底在哪？我不知道。在包包里啊，包包里，嗯，在包包里。我是说 iPhone。包第五位，对，包第五位。因为还有邀其他成员，一云之类的，帮口哈鲁庆生的。啊，这种 Pikmin。哇塞！丢那个。吹着那个，用那个吹的那个，
把它打开。吓坏我了。嗯。像哦。只有那几个大胃王知道哪个大胃王。有谁有大胃是大胃王啊？很超级没有给大胃王尊重。谁大胃王出来听听看的？到底是谁？某某吗？好，我们现在跟 Daisy 是没有关联的，是不是？宿舍组没有 Daisy。哦，对啊。然后就不会要太多 Daisy 人。可能偶尔会有柏林，对，柏林真的太好笑了，柏林来了，下去。哎，很期待明天云爵直播，我也很期待。为什么？因为感觉很嗨啊。嗯。跑啊！可是我不想这么吵。他说他想在房间播，我就想问他，难怪你没朋友。不好意思，我是直播，直播就是吵到才有趣啊，有必要吗？你又没有直播，也没有什么想法的，差不多吧。不要你帮我决定好不好？这又不是你。我没有说你一定要怎样弄去哦。哎，来。那你入镜哦，小心。最大的威胁就是可以让高杰入镜，你最大的，你是最大的福利了。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跟我一起。太好了。你没啥就没啥。来过来讲，要不然差点落地。有鬼。不熟了一点，就是不会，但完全不会讲话，就是不会主动联络。分组真的是一个非常差非常多的，就是对大家友情差非常多的一件事情。那工作聊天都是聊工作话题的话，那没有一组就不会聊一起，就不会一起聊工作了，就不会一起聊天了。一组的话可能兴趣变了，然后就聊不起啊。但不会到不友好啊，就大家都蛮还是友好相处。对啊，生活上碰面次数变少，就不会太多联络了。回来，是烂东西。我先来个，受不了呗。太烂，好烂。对、欸。我觉得这也很难哎、欸。那你是不是要去看看了？对啊，那你是不是要让我跟他讲话？你要不要助手？给我助手。哎、欸，你定哎、欸，什么时候？哎、欸。九点，哦，九点了，九点会怎么了？九点怎么了？抱歉。哦。怎么都还没吃晚餐就要吃宵夜了？大家今天刚好带了他的艾莎来，雅丽。没有，他不是我的艾莎，我艾莎是贝塔。那他还在跟我抢贝塔宝，莫名其妙。因为迷你太小。抱莎莎，那你要不要让我跟他讲话呢？这边露出了快乐的笑容，很快乐的那种，好满足哦。对，天佑他不太聪明，但也没有到说为什么他都不跟我联络那种感觉，就是自然而然不会觉得说不理人的那种感觉。帮我哎、欸，
充电、欸。我觉得你要玩这个。什么？感觉很好，很有趣。我播一下你，不然你帮我播一下。好。你先玩。你帮我播一下。等一下，等等。要80分以上，你要照着那个走。有酱吗？今天都烤的很好吃，怎么了？我掉了，我要吃了啦。大概是这样，你大概只有10分吧，30分至少有吧。你有52，哎，我一整遍是对的嘛？再一次，你从上帮我摸一下。明就还好，还好吗？不错啊，80分嘞，看这是什么玩够几桌？你看人家说你玩够几桌了。你有80分吗？你可以啊。他那个走的很美。对啊，是。本人走路都没那么端正的。你说这样子吗？对。你说你这样不行吗？他还可以吗？吃完，差不多吧。是长短脚，是不是分数很低？差不多啦。还恼羞跑出去。你看，哎呀，别走了。要剥虾了。有一次我吃饭的时候，在就计时剥虾多久，然后刚刚觉得计时我大概是15，我大概是15秒，不是45秒，15秒，然后刚觉得大概5分钟吧，那么久啦。上次去猫咪家烤肉，然后你不是我狂剥猛剥，我们。播到不行，我们聊了一大场天，然后你还没播完一只虾，很难呢、欸。还播得很卖力这样子，你是播龙虾还是播什么？差不多吧。终于到了这里了。秀宝要怎么办？Hello, how are you?很棒哇！吓死了，吓死！你跟哈鲁说你在玩游戏。天马双节，天马双节，
越差。没关系啦，笔试都考不过那你。啊！痛的白痴哦！差点就骂出来。好。没事吧？这边很乱。差点忘记。不会，才不会嘞。所以我不会黑魔鱼精，不会吧？也看不到。Hello， 谢谢哈流送相守之心，和九月守护徽章。好，图片送一封信跟幸运四叶草。很高兴你邀我，王八蛋。等一下，我想会开。刚才也是什么？空的啊。要跳吗？嗯。绿色的，看你要摸什么史莱姆之类的。可以耶。希望意大利面里面的虾就是过好的，真的是很难。对啊，意大利面里面刚好是，就是你用刀，你用叉子吃东西，不是，我会用到手啊。所以他们，是不是会用刚刚会用刀叉吃饭没错，但是用刀叉剥虾是可以，但是你倒是很开心，一般不会用。我们大概过了没有很多次，3685次吧。没有很多吗？你要确定？奥德赛基本上就是折磨了我们的身心灵。马六三 D 比较折磨。奥德赛。好玩吃。是吗？那就根据前期。哦。并不会超速。奥德赛就是折磨。前半度才是折磨吧。哈？连曼特都折磨。皮克敏还好。好吃哦。我可以吃吃五盒。太多了。三十五。头后不直播。我刚刚讲。这也是虾子。青酱虾，青酱意大利面，海鲜意大利面。好吃，好吃海鲜。都有一片，只有鳗鱼没有。那就行了。还是你直接横着跳过去？不行，太远了。干嘛？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没有跳到。好好吃，要去洗手，聊个天好。晚安，好玩，拜拜。阿宝，我想花我。
他是听得懂。马路，超大声，马路。我没有讲话。马路，老哥来看我。人闭嘴啦！叫什么叫？好想养啊！哇，但感觉好花钱。遇到看看今天花了5000块的人，对。没事啊，这个有点差错，该换你了吧？这怎么玩？就是一直跳，一直跳。马路哇，手抠。对，就是你，还敢躺着看我？为什么不会冲？因为你要拿帽子。哇哈哈！开始跳，拿帽子。拿个帽子，用帽子丢那个，快把裙子换了。对，还好，这个会边拿边滑。啊？就是沉到海里。啊？啊？刚是没有拿到的意思吗？因为你要一直丢帽子。麻烦你，还是我帮你。他帮我拿没？你要上去。好。等一下，出了一点问题，我做不太顺利。赛道，我第一次知道这关可以在水里过，肯定是不行的吧？都马路都高，马路啊，都高，马路在睡觉。哇哦，马路吓醒，马路眼睛超大。这边不要跳会不会好？谁的闹钟？不是我的。有人怎么可以一直撞墙？哎呦！在干嘛？两边向前。在看直播，他就完全没有在看那个手机。嗯，完蛋了！怎么了？出事情了！怎么了？手机出事情了！我的头发在口袋里面，洗掉了，拿出洗了，喂，还能用吗？感应得到。应该还有一只哦。等一下，在哪个口袋呢？哎、欸，我跟大姐的心哎、欸。你有用吗？有啊，大公司有用。
臭真的。怎样？要干嘛？干燥。刚刚发现刚洗好的衣服，要洗的衣服，不对，洗好的衣服们里面有一个耳机。好白痴。完全忘记我把耳机放口袋。出事情耶！出大事了。没有脏话吧？肯定是脏话。我没有脏话，我刚没讲话。听起来像而已吧。眼镜云爵哦，看到了哦。没有，我刚刚拿下来了。好。可能看到了。我就没有擦。他跟鬼一样，过不去了。失控，剩3500了啦！因为这边只有你们，只有你会讲吗？不可能，好不好？开什么玩笑？当然是啊。你有一次讲到，就是在证明和你会讲，我这边是零号。你有过啊？我没有说不会啊。いや、私たちが来た。他为什么要突然往那边跑？なんで突然？他是说耶，怎么开始了？这边你啊。这个看起来比较好。是吗？我是不会过这关的吧？看我！看我！好可爱哦！来，露来。在路上班啦！马路下水，马路来，马路上班，马路好可爱，马路好长啊！马路生气，开始按按。好可爱哟、喔！转身咆哮兽，咆哮！他叫什么咆哮？奥米加，奥米加咆哮兽！看我露出了一个大大的双下巴。可爱死了吗？气死了吗？来哒，来哒，马路来哒。哇，他是个吉他，吉他。那是谁？我都是个。会讲那很强哎、欸，对啊，大家都骂我，真的是，我们是台湾人哎、欸，等一下。
各位，你要记得，我们是台湾人，土生土长的那种。等一下，当然尽量避免，不要一直在那边，没事没事爆粗口，怎么办？这应该算是一种吧。那如果再来上班一次嘛？好不想开学啊！但这样过太爽了，而且前阵子那个什么，我们疫情关系都在家线上上课，基本上就是边睡边上课。好久没有去学校那种上学的感觉，好恐怖哦！突然抱怨，突然跟上的话题。好不想上学哦。你是很需要吃金币啊，还是开干不吃啊？果然还是有分上班和下班模式，是肯定会的。要不是小师长这样的人很猛哎、欸，我觉得当合法可以成为第一个。那你是说我们就是24小时上下班模式吗？对啊。那如果是想上班了吗？被消失。就会被消失吧。你会上的被消失。还好，因为其实在家也不太会讲话。疫情期间话直接少了10%这样。对。都不讲话了。我不想。打字可以打得很热络，可是讲话就真的不会讲。打字都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实际上表情都是。确实。那我是第一次疫情隔离之后，然后第一次跟同学出去玩，就单独一个出去玩，我真的是超尴尬的，我们超尴尬，不知道讲什么，然后。也话题也不知道该从何开始，可是我们在见面之前聊了一大堆东西，都可以聊得很顺畅。人与人之间的温度的生疏，没有温度了。为什么没看到暴龙？还没是不是？你们一开始就略过啦。第一个国家就对，我也想说第一个名就有，为什么我没看到？这样看应该就看得到了吧？是下面那个吗？对啊。真的？这不是第一个的吗？对啊。给你看看。等一下，出来有问题。是不是妈妈听过我讲吗？听过，当然听过啊。她小时候。对，我有那种，因为小时候都还很清纯的时候，就会有那种班上的小恶霸同学会骂，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回下回去，然后我妈说：“那你就骂回去吧。”对呀，就因为他骂什么就骂什么回去吧。你看，超可爱的。哪部分？超可爱的。他太写实吧，这个画风里面。我觉得那个狗狗最可爱了。我怎么会有脑袋断线？等一下，这跟那个疫情有关系吗？太久没有讲话。那网络上怎么会发文，会打很多东西这样子？然后就不会讲，
现现场就不会讲了。合法云接纸袋，请教我人球的方式。哇、wow. 欸！教哈利怎么？我们要教云爵怎么丢彩带。我真的要记得哎。哎呦！而且还被 tag 到玩。看起来蛮可爱的啊。看起来是搞东西。在学的时候，如果在家骂出口，会被他们联手教训。还好我们家没有很看重这个。可是除非必要也不会骂，也没有。就是它是一个形容词或语助词，这东西真的超好吃的。你要怎么形容这个超好吃？你就会加个什么东西啊？之类的，不会是那种。就是拿来骂人用的、啊，骂如果要吵架骂人讲才爆粗口啊，那实在是很没有用哎、欸。我回不去了哎、欸。这里有颗月亮，到处都有月亮，我们越过了超多东西。嘿。哈哈哈！即将搬走，欢迎的祝福。那天做工也好，等了晚一步，虽然说不太习惯你不在身边的话，上钟的字开口，终于搬走。你搬哪天走？虹桥经过。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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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要好好的业配 Switch， 真的很好玩，也接不到啊，白痴！可以吧？要相信我们啦、啊，我们不会业配啊，我们怎样都可以，我们是业配之鬼、欸，绝对也不会是我们啊。那我们就可以讲啊，绝对我们就可以玩了啊，我们只在乎可以玩，绝对不会是我们。我们就不会有那个东西。对啊，我们就不然不会拿到，但是就可以直播直接看那个、啊、播那个画面啊。猫咪要不要上班？猫咪要不要上班？这是我们家的 mini， 雅丽 mini， 雅丽家的 mini。那它超小只，它只有这样，就这样，它超硬的，它就是非常有弹性。雅丽家到底有谁啊？雅丽莎莎，雅丽 mini， 雅丽没了。海龟，海龟没有，海龟都跑去哪了？海龟在旁边，哪里？还在侧边。雅丽，雅丽马鲁，要不要加入雅丽一家？你去雅丽家。掉毛吗？掉诶，看起来没有成功。有抓到了。我们现在有四只莎莎，最大只的两只是贝塔跟六六。
六六四，哎，我不知道什么六六的尾巴可以这么完整哎、欸，它很蓬哎、欸，可是贝塔就很软烂，它就是莲花看起来很少，然后尾巴还断掉，就是已经没有一条像这样子连接住的，它是这种已经断掉，然后这边晃来晃去没有连接，这样会这样甩的那种感觉。可六六就是完整的，对，六六已经住进我们房间了，我吃吃下沙。现在我睡边蹲下边跳，现在我就是蹲跳睡地板，地板比较舒服，床比较软，也比较舒服。还有还在音响旁边还有一个小夜灯，然后还有延长线可以充我所有的电子产品，超级优秀。然后，但重点就是床比较软啊，好可爱的。然后就还有两只大沙沙塞在那个地板，就我们一起睡这样子，好爽啊！买个包子。然后云爵就自己去拿披萨。沙沙小中型沙沙跟海蒂莎莎跟雅丽迷你。对，无情的七七，七七很想要把六六送走很久了，我现在才去他家，前几天才去他家拿。亚历莎莎，对，除了法除了跟云爵睡以外，还有跟小青一家睡吧。现在早就没有了。但你有跟他们睡过吧？小青有啊，一家没有。但我睡过他的床，忘记是为什么了，完全忘记为什么了、欸。我记得有就是得去那边住，得睡在他那，但忘记是理由是为什么。嗨，谢庆，怎么看好你哦？今天怎么玩两个小时？我忘记了，然后怎么会排六点呢？好可爱的，他头看起来恶心，感觉都是绿色的纸。哦，好可爱。嗯，相敬如宾。还好吧，又不一定要跟他们睡。你现在自己睡啊。好。对，下次是六点半。该是。我为什么是明天播？竟然是明天八点。解剖怎么讲去了？开播。しない。三枚。差不多有事了。好诶。那谁？等一下。开播，醒来，醒来よね。しないのか。可愛いですね。はい。可愛いです。はい。しない。太可爱了，所以不解剖。这看起来就是比刚刚简单啦、啊。是我卡住了。三枚，美味しいの，美味しいです。还有三个水柱吗？对啊。水柱啊。可是我上面不是在。但是卡。不是那里。很硬，塞肉比较硬。好哇。然后它有一股腥味，一股骚味，那种骚味，因为它有它氨，它含氨的成分很多，所以你在晒那个鲨鱼的标本的时候，就会很臭。臭到爆！屁虫这里应该也有吧？
这游戏有地图吗？有的，真是。跟到神秘人一样，生日没人记得。不会啦，他们当然记得。我是有被办生日的那个，我是有被庆生的那个人诶、欸，开什么玩笑？是大家一起吃蛋糕的那种庆生诶、欸。对，我是被整的那种庆生，我至少是有人记得的。三名呢？米库啊，塞，安祖奖。Ammonia. Ammonia. Ammonia. Ammonia 不是什么药吗？不是啊，它是氨啊。NH3。很臭。TP 风力草固定练习日，哎、欸，不要，那礼拜今年的1020是礼拜三的，要上课哎、欸、，No， 不要，那次一定是因为是六日才会安排吧，不然就是什么礼拜五晚上之类的。Ammonia 臭有没？嗯。1020可以拿去签的什么？可以试试看呐、啊。应该会中吧。感觉就是不会中，因为太因为乐透机选不到这个边缘的数字。对啊。可是。27是不是真的可以一辈子不用上班？可是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继续上班。27就会退休啊。嗯、可是马上退休，可能就。还是会不知道哎、欸，我二十七要干嘛？二十七要干嘛、啊？投资赚更多钱，以前滚钱。我生日是1227。摩羯座，摩羯座的好孩子。摩羯座的麻烦了。你才麻烦呢、啊！我是不容易跟天秤座合哎、欸。啊？容易？不容易。我刚刚觉得厉害。啊？没有啊。刚刚觉得厉害。没有，很好吗？没有吗？那你要好好珍惜跟妈咪的时光，因为这次应该是最后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对，1027才一个人，就是127吗？是1027，1027跟我阿妈同年生日哦。吃饭。哦。你可以跟爸爸阿妈同年生日，获得这个殊荣。好想问高恩觉得一些历史题目，感觉扭曲。对啊，很取笑。其实很不会很帮你庆生，你可以来直播啊，我们就可以帮你庆生。如果你不觉得很空虚的话，你可以。参加栗子的粉丝生日会。花痴魔不畏。应该是花心，因为都在月考，是没？好像是哦。啊，我的生日也是啊，就是到底要跟圣诞节一起过，还是不要跟圣诞节一起过？因为有些人就提前一天两天庆生嘛。
那就刚好就模糊重点了。那你先许要三千浪花，就是那花那要三千浪花干嘛？是你要得到三千浪花是怎样？还是什么？还是怎样意思？可以跳去海里吗？对啊，好可爱，海带看起来很好吃。好不可爱。有鱼在海里吗？有啊。一二四，每个人都在平安夜。那一二四、一二五、一二七、一二六这种生日，一定就是会拿去。只是顺便庆祝这样子。可是品寒生日也是。这是什么？圣诞节。哦，圣诞啊。你可以在水里，然后旋转喷，但你要先把中间。哦。那没有水。还宁愿出国等跨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叫宁愿出国等跨年？两件事。是啊，我从小到大基本上，我想一下，家里还是会分开过啊，就是有一个有交换礼物，一个是有送礼物这样子，或是送完礼物，就是我的礼物不会变少，就还是至少还是会有该拿到的份这样子。出国人顺便去国外跨年，对，还有新年一起可以一起过，还好，就是到28号就不会有人再提我的生日了。生日快乐！干什么？干什么？提早祝你生日快乐。不需要。我需要啊。狗屁少。快祝我啊！不想再老了。Obdi des。Obdi des。这包被子是打不打到疫苗？我就是打不到。我也觉得，你不是都有？没有啊，我只有贴一个。嗯24可以打。到底开不开小学啊？不是有人说有人中标。真的很不喜欢快筛。快筛好不舒服，可是又必须，是必须快筛啊。手里有超多东西耶。你在冲什么？好想去什么海岛国家玩，突然，帛琉之类的。想去海边晒，把自己晒到爆黑，那种很运动的那种黑。去晒更黑，舒服，喜欢。
欢很哇。等一下，茄子哎、欸。就肯定就可以了，好，不要，肯定应该还好，脏哦。海边一堆什么牙签，有牙那种戳那个食物的那个夜市常见那种长牙签呐、啊，还是什么，容易吃到嚼东西一大堆，不能安心的在路上走，在海沙上沙子上走，我觉得肯定不优秀。不知道，我就觉得很多景点就是只要观光客一多，觉得很烦。算是我也是观光客其中一个。但是像台东很多那种秘密景点，只要有人po出去就变得不秘密了，所以我都不po，或是不说这是哪里。或那种我去之前，我以前两年前一两年前去的地方，现在已经是游客爆满，完全不秘密的一个地方了，那就觉得很可惜。不想要景点一直被这样破坏，我真的不喜欢观光业，但是没办法，台东就是以观光业为生的一个。乡镇哈，好可爱哦！妈都要睡去，妈都要睁开眼睛了。不要选是自然景点还是人文的？国外的话，好复杂，我想一下。肯定要变干净哦，酷哦！那恭喜他们，是因为今年，因为今年这样子，所以变干净了。对啊。朝圣斯卡罗。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什么东西 ？Mario, yes, Mario。我喜欢去，我都喜欢，但是人文景点的话，会比较想要看那种。最近的现在的感想就是想要去看那种很壮阔的那种大群的建筑物，像什么城堡啊，或者什么，一整片的那种，不会是想要看一个小堡垒、小小的一栋房子之类的那种。我现在的心情还好。但是自然景点的话，大部分都喜欢，但是不喜欢那种就是过度包装的自然景点，像是你去一个地方，然后到处都是为了观光赚钱盈利做的设施，我很不喜欢那种。像假设可能这一群石像，天然的石像，那旁边贴一堆“请勿拍照，请勿什么”，然后拉一些什么封锁线，这样这是大自然景观，你不要多做一些丑的东西，然后限制。是地方像狂猎性，或是他们是一堆摊贩啊，卖这个自然景点相关的周边那种，我就觉得很丑。就是一片湖就这样放在那边就好，你不要在这边开放，让人家下去游，然后一个人还要限次数，然后还要让人家收费，这样还要收费才能去这个湖里面游泳之类的，这种就很不接受。这石头已经没有天然的，对，我一直也想不起来。就可能像是蓝屿的某一个什么情人洞之类，还是什么情人，就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这样子，爱情相关的石头这样子，然后啊，我知道怎么讲了，就是那种导游会带你去一个地方，说哎，这就是我们那个什么有著名的什么什么石这样子，然后去远远一个小小的，然后看起来有个形体这样子，然后大家在那边拍照拍了30分钟，我实在是不知道到底要拍什么。对。弄的我就不喜欢，就想说让我自己在这边逛，然后体会一下这边的空气啊，天空，看一下海，看一下山，看一下附近的植物长怎样，这样就觉得自己玩比较舒服。他飞走了。台南有感地震，真假的？刚刚吗？好像是哦，我会突然讲。大丈夫，大丈夫です。会变黑色的，好可爱。嗯。啊，4天前，啊？
连两大镇，好，对台东人来说真的是小 case 哈。对，我比较适合自由行，或是有一群就是意气相投的朋友，一群步调差不多的朋友。目前没有看到，不过好像又有新的台风了。对啊，摇晃幅度比较大，调长。是不是之前有梗图说 ，Hello， Hello， 可爱，猫咪 ，Hello， 哎呦，可爱，可爱。有一个梗图就是说，刚地震竟然跑出去了。是花莲人之耻这样子，其实台东人也差不多。但是我以前是很害怕地震，因为有一次地震很大，然后冷气直接在晃，它在我头上，然后就隔天发现也是有一栋大楼倒了，但是围观大楼那一次，我想说那时候我有点被吓到，想说会不会哪天我就被压在底下那样子，然后就那时候之后就开始有点怕地震。虽然说地震还是照常继续睡，但是心里就会毛毛的。他上课了。如果上课地震，我就忍不住想要躲在桌子底下，但是全班人都没有人在动，然后还在欢呼：“好耶，地震了，可以不用上课了。”这样子，因为学校就会广播说大家去操场集合。日本怎么办？景点都人文比较多，我没有很想去日本啊。我也有一个花莲朋友，他也是超怕地震。对，就是不行，花莲支持。日本也是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啊，日本就是那种人文景点，也是就是那种整片街景都很美的那种，就是我喜欢的，像是京都啊，或是就是京阪神那边吗？是我去的地方，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去哪里，就是我知道我这一趟旅程是去九州，但是去九州太多地方了。但是福冈啊，还是有一个小站叫有田，那边就是下雪，然后是那种很，有时候不是说那里是一个景点还是怎样，他们就是一个气氛，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山坡，然后有些雪，然后黑色裸露的岩石，还有几个枯枝在那边，然后就觉得很凄凉，就很漂亮那种感觉。小文青，我会，就很喜欢那种。河长我感觉很赞，河长我没有去过，我妈有去过，但我没跟到。他们出国，他们去欧洲，去南美洲。嗯，不是他吗？他们有其中一只国会的。因为有些地方实在是想要住在国外几年，然后体会一下国外，要把它地方都玩遍，然后交几个国外的朋友，他们交几个住在国外的当地的朋友，然后就可以，他就可以带我们去那种当地人才知道的地方，然后去那些观光客一堆，然后就是一些很丑的商店街之类的。黄色的，对，个人觉得观光板就是去感受那个氛围，对，就是那种感觉，破旧的站点，下了车感觉，很风轻拂过我的侧脸，没有错，就是这样。可是那边真的是非常的偏僻，它就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所以你是人文景点拍的哦，是自然景点比较让你难产生那种共鸣，是不是？查一下，有田车站，阿里达。我有一次卡在车上，卡了10个小时，一整天都被卡在车上，因为风雪太大了，还上新闻，所以我找不到新闻在哪。然后当地居民都下来给我们煮关东煮吃啊，还是怎样，超级有爱，还去搜刮各旁边的一间 Seven 的所有的便当跟饭团，然后都免费。结果我们自己，我还跟阿公
我跟阿公妈妈一起去玩，这可以讲好几次。然后我跟阿公就去那个 Seven， 然后就是风雪有够大，每一步踩下去都是踩在那个很深的雪里面，然后满脸都是雪打在脸上，很痛，雪下雪被打到很痛，风又很大又很冷，又很暗，然后看起来就很像绝地生存这样子。咖啡。我最大机会。然后那边还有钱，那边产陶瓷吧，那个有田烧。有田车站，然后还记得我在那个有田的车站买了一个什么宝岛少年的漫画，蛮重的。对，就是这里。他不太开心，就是看起来非常的恐怖，这是绝地生存，超恐怖的。那觉得会不会回不了家、啊？可那时候就是走，求生意志很高，然后一走很远，走去 Seven， 那发现都没有东西，就很恐慌，就买了个乌龙，看不懂。那时候没有不会日文，然后就买随便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回来，然后给阿妈吃这样子，然后就发现车长已经都买好东西，然后外面还有很多在煮姜茶、啊，还是煮关东煮的居民，就是一桶一桶的，然后摆好那种长桌这样子，然后一碗一碗给你吃这样子哦。这实在太热情了，怀念吧！啊，羡慕可以跟阿公出国玩，没这个机会，真的是。唉，我也很难想象，如果哪天没有阿公怎么办？应该会哭死吧。第十二名是浪客，第十一名是哈利伍。第十名是幻影战士，第九名是九六，第八名是庆，第七名是刘建谷，第六名是阿成，第五名是阿福，第四名是暗红，第三名是变新鲜柠檬，第二名是 DMJ， 第一名是 QK 男子。嗯，沙嘎，哎，我去佐贺，哎，对啊，那时候也没看过你阿公。我有看，我没有印象我外公了，哎、啊，我的爷爷啊，但是跟外公的很好，都是跟妈妈的。这是什么食物国？还有什么国？食物国？料理。哦。为什么地狱料理？哦。对啊，那什么地狱料理？可是这关很疗愈。这关超难的。有小火球啊！火焰球！很可爱哦！你家附近有立行烧？我查一下。哦，酷哦，是这种的。泰国，哎、欸，我有去过泰国，最后一次出国了。泰国那时候已经有疫情，我还去泰国，那我超怕死，我一直戴口罩，还好我有戴口罩。殊不知现在疫情会延到这个时候、欸，哎，那时候一月才刚开始，刚考完学测直接出国。所以呢？考完是去的，对，我是去过泰国的，泰国真的好好玩哦，好便宜哦，很便宜啊，对啊，它跟台币几乎是一比一啊，然后东西就整个就是看起来很便宜，就是那个泰国裤一件100块这样子，批发的更便宜，所以他们就会拿回来台湾卖一件500这样子。对，曼谷还有清迈，我好像没有跟到，阿嬷公已经先去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全家一起出门出国。
去泰国差点被坑坐嘟嘟车，我没有坐过嘟嘟车，嘟嘟车到底是怎样？他们会给当地人价格跟那个跟那个观光客价格差很多、哦。可是我每次都被震成当地人啦、啊。踩他！我不是我去做泰航，然后那空姐全部都跟我唠泰文，然后我就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旁边一个真的你是泰国人，对，然后我就说他什么什么，然后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乘的其他乘客就用泰文跟他讲一句说我不是泰国人这样子，然后就说啊 ，sorry， 他就忘记他讲了什么这样子，然后就是讲回英文这样子。你不跟我补习班老师一样，然后或是听那个叫，就是他们的叫卖超恐怖，就是而且他们叫卖很凶哦。如果你不理他，或是你没有进他店里逛，或是你购完没有买东西，他会直接给臭脸让你走那种感觉。真的，真的，他们是业绩压力很大。他们很多，他们的感觉整栋百货公司都是属于某一个人的那种，然后都几乎都会讲中文。Hello, Miss。五分钟的车程一个人太贵了，120泰铢，太贵了啦！就是随便给你喊，他们价就随便喊啦、啊。类似摩托车，费一点逛大卖场，他们的夜市很多那种超便宜、超廉价衣服，但是那边有一些黑道在，我上次有一次被吓到。他们再去泰国玩一次吧。他前阵子在抗争。全世界都有这么标示了吧？而且还是按摩一定要去，我最后几天才去按摩，这实在是太可惜。我应该每天都要去按，但真的超便宜的，按一次才300-400块。你看那个。路边看到按脚就要900块，他帮你按背又按腿，这样按下去，按脚才200-300块，才400块，200-300块算很便宜的。对啊，你去泰国一定要去按，每天都给他去按一下。他会让你选精油，然后带你去个暗暗的小房间，然后就是进去就开始按脚就开始睡这样子。对，它还有点那种音乐，然后香香的这样子，舒服，太舒服了。在新加坡玩可以带你们，带我们去我们两个去玩。我也是需要，我真的是很需要当地人推荐景点。我不相信旅游书，但实在是没有办法哦。确定。按摩一条街，整条街7-8间按摩店，对啊。他们到处都是按摩店，也是因为太多家，又不知道哪家好，所以也真的很不知道去哪一家。可以啊，谁不一个人玩？第一次去不知道，还自己洗脚，被店员阻止。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通常按摩是一整天很累之后才去按摩嘛，那一整天很累之后不就很臭吗？这样，闷了一整天，觉得不好意思这样。你同学第一次去直接体验全身，如何？舒服吗？我也想去泰国啊，按摩。我觉得你很适合去泰国啊。哪里都可以，只是想按摩。我还没有按过那种全身，我还没有按过摩。除了有啊，你妈带。那不一样，那个是治疗用的按摩。对，那个超恐怖的，好痛哦。那个可以先不用。痛归痛，但是比太多按摩都不痛了。真的吗？对，很多按摩真的是，这脊腰不好，按那个脊椎，那个真的是，还好，真的是哦，痛不欲生。
推拿有没有想到不需要，真的好恐怖哦，所以推拿有阴影。有一次被推一个，他压就是胸口这边骨，因为我胸骨有点太往前了，他压了一个我淤青三天，超痛。而且他不止按着，他按着整个腰、整个背，哇，这就是哇。带我去按摩，去哪里去按摩？要有便宜的，台湾有这个价吗？两三百，他按得好。真的、喔，我同学，我国小同学也是在一次按摩店啊，高级的那种，还有那种水，就是一桶一大桶水，然后看起来很高级的那种，会让你 SPA 还是什么的，然后你就坐在那边泡脚，然后还有水帮你按压压压压这样子。下去，先按摩。哦、对啊，现在没有按摩，现在疫情哎。我要思密，有没有起来揍他？谁敢啊？他是，就听说很厉害，然后最近看的阿都，我知道啊。好想去。台中，就是你带我去吧。对。那个按摩师很厉害，可是听说他按摩很痛，可是很有效。推拿师，然后他就是，你现在讲一讲，我觉得肩膀酸，你要不要帮我按掉？然后就认识一个早餐店老板，然后他有去按，他直接哭出来，一个大男人直接哭，被他按到哭。谁？那我还没有哭，我真的是很厉害，还是我哭了，我直接惨叫。他用力按的时候，我直接惨叫。你不是你没有去吃吧？男生力量比较重，可能吧。一定会，因为他人家是个大叔去按，我是那时候还是个未成年小朋友哎、欸。对啊，体验越南剪头发，越南剪头发怎么了吗？每次去练，我都会看到那个按摩的那个牌子，按摩的店，我觉得好想进去。可是怎么按一个什么鬼都要900块，真是不可能的。去按过泰国，真的是不可能再花900块去按摩了。可是去泰国的钱就很贵。还好，你可以在享受当地的东西，算一算也不贵了。你可以按摩按到回本，剪头发还有按摩，还掏耳朵，全套服务感觉很舒服。台湾好像有这些比较老式的一些，这就很贵啊。老式的那种，我不知道贵不贵啊。花钱传统的那种不可能。好，我要下播。杰哥都说想按摩，方法还不动起来，开什么玩笑？我肩膀也很酸啊。撸猫就好了，肩膀就不酸了。我跟团吧，等一下。大家晚安，拜拜。觉得那是猫球吗？在台湾按脚，在泰国可以按全身，对，真的，按两次全身这样。拜拜。